我其实看起来有点不大想喝呢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这是啥？这是苦瓜。你看看苦瓜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今天首先我可能要先解释我的节目的名称，叫有机音乐盒。是。那基本上它会是很多香谣或独立小品，很多木吉他的东西。那其实它就是我想要推广一个有机音乐的文化，很天然的东西，然后很舒服。对，所以就是因为要搭配音乐，所以就只好也配了这个很有机天然的果汁。我那时候看到它的菜色，我就心想说，我想到阿基师，阿基师说好吃的东西就不健康，不健康的东西的话，健康的东西就好就不好吃。所以OK， 所以。其实我还没有讲完，就是今天这杯果汁是为 Gary 准备的。哦，因为最近他刚发片呢，他已经是我们四个人当中最疲劳的，对。然后他又是一个非常注重健康的人。OK， 所以呢，什么什么？我其实比较想喝自己的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交换比较有意义，因为毕竟我们之后在专辑上也有很多合作，我们要培养默契。我帮你准备果汁，然后。有这给你自己加蜂蜜。我觉得 Lara 整个就是很害怕没有人要喝他的果汁，马上就交出去。那这个是蜂蜜吗？对，其实我有小小的一些原因啦。那因为有机音乐，我觉得就是 Gary 加吧几个元素，就是小黄瓜是很天然的清爽嘛，然后奇异果就是酸酸甜甜的。那苦瓜是淡淡的忧伤，所以为了能够创作更多的音乐，家也要共鸣，你知道更多感人的音乐喝下去就对。Just do it。我觉得它整罐会加进去，很害怕。很多你确定吗？我太甜了。Gary， 等一下喝因为等一下还要加水啊。OK， 好，来拉拢我们这个放好了我们的这个内容物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常青啦。